就是无偿的吧？对啊。行。行吧，我知道了。那我也说明白了，已经无偿帮助我了。我从我的币当中，上一轮当中，我匀你，你开多少钱？400是吧？嗯。我匀你100。嗯。我500，你也500。行。你看你这钱来了吧？嗯。消息来。没有消息，没有消息不行啊！不是，我还没决定呢，没准他们给我匀200。啊，对对，是这个意思，你终于缓过来劲儿，是这个意思，是吧？对对对，快玩了，对对对对，是这个意思。你也愿意给我是吧？什么？我愿意给。嗯，愿意加我是愿意给。我现在知道在哪儿，我要不开始跑了。这鞋都换了，这么认真啊！准备开始跑了，我拿那个碗。你系好了鞋带，你过来，我跟你说，我嘱咐你两句。快点跟上。我帮助你，你呢也要帮助我。不是我就想问问。就是你对我的帮助是，我告诉你，我取消谁？就这么说吧，就五个位置。嗯。我都知道。两个点。那不就是还有俩点不知道吗？我是觉得下一轮我有可能是第一。嗯。然后你告诉我，应该。你就应该把你的所有都出手掉了，然后，支持我跟萌姐。你如果买我跟萌姐，你是不是得帮我俩？嗯，那你就应该就是无偿的吧？对啊。行。行吧，我知道了。那我也说明白了，已经无偿帮助我淘汰的张子贤玩家凭借特权打入联盟，存活的五位玩家只能抢夺剩余的四个碗喽。藏椅子，嗯，坐哪儿去？哎呀妈呀！哇，这我有一点，哇，这，我的天哪！这自己买15张自己，这么自信的都压在自己身上了。他抢的把位也好啊，他不是2号位买东西就几号。